现在我就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，宣告陶国梁先生与何宝霞小姐正式结为夫妇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阿门。今日一对新人是以戒指作为他们彼此立约的信物，戒指是用贵重的金属经过人精心的琢磨而成，所以他几时都显得美丽和珍贵。同样一段的婚姻能够经过几十年的冲击考验，随着婚姻的年日越来越来变得越来越恩爱的话，那段的婚姻同时都要演得美丽珍贵。If you tell me you don't need me anymore, that our love will last forever. 我在神和各位亲友的面前去表示我对你的忠诚。我何宝霞已嫁你何国梁，成为你的妻子，从今以后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从今以后，无论遇到乜嘢困难、乜嘢逆境，我都会全心全意咁去爱你、照顾你、接纳你，就好似神对世人嘅爱一样咁样，直到永远。